觉得在苹果做新闻是一件过瘾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不管从上到下，就算一本是一个小小的联盟或者文件，他都能够提出自己的新闻的见解，那我们的上层编辑和编辑，他们都能够很能够倾听下面的声音，有时候就会赞同我们做法，就是因为一个小朋友他的一句话，会影响他对新闻的决策。义愤填膺，非常非常的难过，跟非常非常的觉得错愕。相信这是所有一传媒所有同事一样的心声。这个媒体的黑手真的已经伸进了一传媒了，所以我是抱持着非常悲观的态度，就是认为应该是不会签。今天11月7号，原定是一传媒要交易签约的日子，但是昨天深夜突然传出消息说，签约日期可能往后延宕。往后延宕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在今天的媒体上报道上都看到了，可能是因为股权分配的问题，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可能还有其他的集团可能想要抢食苹果日报这个金招牌。不管将来这个交易是不是会继续进行下去，也不论这个交易是不是会完成，苹果日报工会从成立以来到现在一直坚持我们要跟资方签订保障所有劳工权益的团体协约，保障编辑自主的编辑室公约，这个两个坚持一直都没有改变。不论是新资方还是旧资方，苹果日报工会要求苹果日报的资方依照团体协约法，尽速与苹果日报工会签署这两项协约，保障同事的工作权，保障我们编辑台的自主权。我要苹果，不要黑手，苹果。我这样有没有符合你的这个？好吧，去。爸爸，我吃苹果，不吃苹果，咬。一年的苹果，黑手也的我咬。那我们也希望未来蔡先生、郭志强先生，还有王文渊先生，你们在入手苹果日报之后，不要将你们的黑手伸进到苹果日报的新闻里面，必须让我们维持我们该有的新闻制度。谢谢各位。财团的这个买卖，我是觉得是让人家很伤心、很气馁，好像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有钱人玩的一个工具啊。那相对于像其他像以前我们跟拍过一些劳工斗争，那些。工会运动的一些伙伴，那这个时候我们根本看不到任何的一个希望。只要有钱，他就可以买你，他可以买你的生活，买你的未来，还有买你说话的权利，跟你想的方式。因为以后你想的方式，我相信应该也不会在这些媒体上面披露出来。那我们就变成可以在一个有钱的一个专制的社会，在让一些政商机构轮流交手继续玩下去。那我希望这个活动如果透过这个媒体的交易，那我们可以换回一点政府民众跟商人的一些良知良能，可能是我们最后一点微秒的一个希望。谢谢大家。所以从10月17号跟辜先生签了 MOU 开始到现在，所有的辜先生那边提出来的任何承诺，或是林先生这边提出来的所有讯息，都没有任何白纸黑字写出来，完全都是口头方面的承诺。整个交易的过程，因为交易不透明，我们根本搞不清楚这个交易里面到底这个黑幕里面在搞什么东西，我们都不清楚。我们自己身为一传媒的员工，我们的所有讯息居然无法从我们高层直接得知。从现在开始，我们希望
现场呢，目前我们这边直接提出要求，从现在开始，整个的交易过程一定要透明。未来的资金，未来什么时候签约，签约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清清楚楚摊在阳光下，让大家信任。第二个，虽然今天交易没有完成，但是一电视的行政总裁张家生曾经承诺过，今天签约之后立即会开始跟我们协商。第一个就是苹果的编辑室公约，还有一电视的新闻自主公约。第二个就是团体协约的部分，虽然今天没有签约成功，一电视也提出从下个礼拜一我们就会跟张家生见面，我们就会提出新闻自主公约，同时在最快的时间我们会提出团体协约。无论未来第三方有没有参与，我们希望在最短的时间签成新闻自主公约还有团体协约，保障工作权益，捍卫新闻自主，捍卫新闻自主，保障工作权益，保障工作权益。我要苹果，不要黑手。员工所能够决定，他的交易的过程中，他可以出售他的机体，他可以出售苹果日报这块招牌，他甚至可以卖出我们所有的员工，但是他没有办法把我们所有员工的新闻卖掉。